因为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直接直冲重点，他们是下楼的。我靠，每次的东西还不一样哎！刚刚捡到的东西还现在还不一定捡得到，都随机的。需要重新探索过。看一下哦。哎，走错边了。
氧气好像在下一层吧，先把氧气的处理完。 对啊。 把氧气问题解决掉，结果还没找到。 用用具还是散弹枪最好用，就是耐久度跟哇，耐久度跟那个能源的问题。 还有能源，能源倒是好解决，就是耐久度比较麻烦。 氧气的问题。
可他不让我拿同样的枪，拿三把的样子。丢进去，省得占空间。能源可能要先丢着，那些重量比较重的。倒是还好，重量都还好，这很占空间就是。包包还是这么多东西啊！那堆叠的其实也算，堆叠不算啊。啊，就这样吧。计时间有限，要再来找。哇，shit！
哦，去。太多怪了吧！我觉得我找对地方，应该是吧？希望找对地方了。找错地方还花我这么多时间跟能量，那不是血亏？我操！那个散弹枪太强，可是它的那个散热性不好，射一发要等很久。找对了吗？找对了吗？啊，电梯！电梯！楼梯 ！Holy shit！电池。现在在三楼，二楼一下，东西放一堆东西丢在二楼，回二楼储存一下。去。
哇我。傻小，公事包里面你放那个睡衣，没搞错吧？应该快不够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尽快找到热量的，不然我们真的得回去重来一趟。现在是不是在这一层呢？在这一层吗？希望是在这一层呢，我也不确定。但是这房间也太漂亮了吧！感觉就是总统套房之类的啊。对，找到工业技术晶片，本次重点。本次重点找到，其实就已满足。这看来就是他的豪华办公室了。虽然那个没有找到，有点可惜。没关系，把这一层探索完。正探索完还没有，我们就先撤退。需要能源，最后一颗能源呢？觉得这边也不是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边就是一个珠宝店而已啊。哇，我看来是在顶楼啊。冲一波顶楼，然后再回来搜刮。希望了，如意算盘打好打满，希望能顺利。因为能源不够啊，能源不够就麻烦。这边好多，
眼镜展会开门啊。在这边，我不是要找电梯啊？什么？还有一层？干！这边应该顶了吧？会不会满的？不行，联系上啊，没有了，其实可以去。回一楼充个电，然后再来，就是有点危险，因为我们那个温度有快没了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走楼梯上去比较好一点。啊，不是，看一下楼梯在这边。哎，上去的楼梯在这边。哇，这是上去，这是下去，所以应该这边了。没错，应该没搞错。哎，我搞错了。我现在02。零有电吗？啊，零有电，从01，靠北啊，搞错，
还说好像没搞错，结果搞错。好像撑不太住，就想跟他赌一波。不打不打不打，先不给你打。这边怎么打？没电棍怎么跟你打？够用。看来只能撤一波了。把新的枪，至少比我们这把好。可以，也可以拿同一把手枪。biu biu biu 的手枪实在太废了。你们放一颗这边。卖逼呀，卖逼呀！我栽了，我栽了。工程技术，
因为我枪没带回来吗？枪不带回来分解了吗？啊，在车上。啊，没电。电视，充电。哇，都要二才能用。等一下再睡，等一下再睡。弄，快弄好，快弄好。撑住啊，威尔森，撑住啊，威尔森。看一下哦，镜片在右边。研发的，这不是这样用的吗？我搞错了吗？Holy shit！撑不撑得住啊？哇，超级干烂欸，感觉还做个药吃。我们很累，做个药吃，做个药吃。好了好了，别喘，别喘，别喘。做一颗药就这么坑哦！我不是通电的吗？
喘，好喘，好喘。给你睡，给你睡，别喘，别喘，别喘。该研发了吧？不是这个，我们最重要的东西。什么？不会白忙一场吧？我们来工程所吗？技术晶片。都要技术晶片啊。做一篇看看好了，我做两篇出来不能用，尴尬了。标记球用意到底是什么？胃大小便对胃食道的身体状况影响不大。そうですか？
可以安装炮塔。那我把风冲锋枪都分解掉了，巧了，也巧了。这个吗？可用来研发。那我来研发看看好了。也不知道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城市，对，两个都是工程城市，很好。应该先研发晶片，啊，虽然没什么差了。哎呦，总算完成一个目标了，扩大我们的包包，哇，太小了，小到受不了。
那卖也不能丢，不能卖也不能分解，那你能干嘛？你都丢进去。7公斤，接下来的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，应该就是这个了。这个技术啊，现在其实就可以哦，这样应该就有了。出发，不要再等了，那太浪费时间了。出发，他回来就好了。可以再撑一下，应该够撑到我们把酒店探索完吧？对，我们酒店已经探索差不多了，这次加快探索，速度算很快。
直接从一楼杀到电梯那边去好了。好像没什么用，对吧？对啊，你都懒得捡。还有石膏啊！看，如果我那时候在这边捡到石膏，我就不用搞这么麻烦了。可恶！这就进来过吗？没进来过。哇！
还是。进的吧。哇，已经耗掉一颗了。Holy shit！太妙。做恶不休，Max 80,420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什么啊？哦，我满了，Holy shit！这样包包还可以买，我都把包包变大了。看一下，先去，我记得我东西丢在二楼跟三楼吧，没记错的话。对的，全部丢在地上，笑死。突然想到，好像没那么多电可以充哦。
超远。感觉充不满，果然充不满。等下再回来充吧，电回太慢了，去二楼晃晃一下再回来充。哇！厕所不用，没垃圾哎。是健身房。撤撤撤撤。多少算多少了。
好多了。 包在地上比较好看，满地垃圾多么丑！哎呀，想睡觉啊，想睡觉，看一下，上去好了，上去好像也有床可以给他睡，这可能得睡一下，不然可能走不动。靠背啊！ 厕所，冰箱，睡到40哦，好，小睡一下就好了。 那你再睡下去，我们就不用找了。 你来这个有下马威啊？应该不是，看起来也不像。 这也看起来也不像，时间宝贵。
不是在这层吗？球了，不在这里，在哪里？ 另一房间肯定不是，是对称的啊，这边，包包还有一点格子，哎，希望是，希望是，哇，是电梯，啊，水。 先把这层处理一下好了。嗯，来过。假的。 你现在看到的是 VOD， 你现在看到的是 VOD 在重播，假的假的。 宝宝，动不动就满宝宝，妈的嘞！哇！妈的！
会了。几天了，现在第六天而已。我们中间有出现，有出现一些意外。一点点的意外，一点点，一点点而已哦。干什么？比较重要，捡一捡，这边就直接 pass 掉，真烦！哎呦，哇，这边还很多没有去哎、欸，不妙！垃圾捡了，有王吗？目前我们玩的地方好像没有，就是有比较厉害的怪啊。有比较厉害的怪，还没有看到王之类的。十几次了，严格说起来，应该算死一次吧。严格说起来，啊，两次啦。而且第一次死超智障的，第一次死我是直接丢芭蜡把自己给炸死。那时候想说，那时候拿到芭蜡，想说，哎呦，这东西作用怎么样？我就随便丢了一下，棒，然后我就被炸死了，超级智障。然后那一次我想说，啊，完了，因为没有存档，我们都没有存档嘛，想说完了要重来了，惨了，还很失落，我想说啊。玩那么久，对，我们就玩到第四天的时候，想说完了，都没有存档，
把自己给炸死，超智障，超低能，结果有自动存档，系统有自动存档，所以就算是逃过一劫，很智障，算是逃过一劫。因为它椅子，它不是，它是在经过某些特定的地点的时候才会帮你自动存档。只是后来第二次，我们第二次死也是因为被自动存档害死，因为它自动存档的点，的位置很奇怪，位置很奇怪。所以我们直接被自动存档的点给害死了。能出这个监狱吗？我不知道欸，我也才刚开始玩。你问的这个问题已经是游戏末期的东西了，都有人玩到400多天了，你问他有没有，问他到底，你可以问问看他到底有没有走出这个监狱。酒吧，代币，很想捡，可是我们捡不动。妈的！哇！啊，算。原本想说，这样不用多跑一趟，算了，再跑一趟吧，再跑一趟吧。撤！先去二楼好了，先去二楼，再去一楼。在二楼吧。孤班一人，没有素材，靠靠的世界，你活不下去。没有了，到这种地步，你就不会，就不是靠不靠的问题了。先走，看一下回梅林楼。
好了，先撤一趟，很极限的。Don't stop dying 啊！Don't stop stop。对吧？Don't stop stop。哦，Don't stop。就 Don't stop 而已。原来啊。有点雷同吧。有点雷同，就是这类生存类型的游戏，差不多都这样，就是一个围绕着一个主题核心。然后，就这样，也没有然后。哦，对，他不是他还有那个吗？合作版本，他那个就是要合作版本会比较好玩一点。大地图是比较难玩，是吗？胸型包包不能研发吗？30天全靠自杀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核心快撑不住了。你好，你好。来夜班辛苦了。谢谢玉仔老板的续订，阿里嘎多。看一下哦，我们是要去这边吗？
人家40%失血量是怎样？失血量，那我还不是死在这里？阿东皇。是很想研发啦。啊，做一个，做一个。A P P 超烂。A P P 超烂。不要难过。XXSCDOXX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哎，我那几颗能源丢到哪里呀、啊？哦，shit！实验室的先。关掉好了，我把先关掉。卡片也会算格子哦，难怪我卡一堆格子，靠北。工程所 NPU 生化培育区 ，NPU 生化培育区。888，尼尔森工程所。你想对那只猫你做什么？培育区，培育区，工程所舱门 ，NPU 矿区。不要对人家乱来、欸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带在身上，还好。怎么干他？修他，修他！鬼当然是很久的卡通欸，现在还有哦。哇，带几颗啊？带个三颗应该够我们用吧？啊，多带一颗好了。啊，这个散热器拆了，拆了，拆了。猜不到，Bomio 721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应该是不需要嗑药了吧？
能是我玩的难度是简单的关系吧。我觉得生存方面，只要你认真拾荒的话，好像没有那么难。好像啦，可能难度也有关系，但是没有我还没感受到特别困难的部分，生存方面。睡个觉，过去继续拾荒。哎，靠背啊，枪忘记给他修了，糗了，又枪忘记给他修了。刚刚是不是有听到怪的声音啊？还是我听到别的声音？我有听错吗？我有听错吗？这是怪物的声音吗？不会吧？看，我要去守护女神了。去守护女神了。门都开着欸，看别吓我！才第六天，我只是个小萌新啊。精神指数没有，没有精神指数，但是它会随着身体的各项数值，它会主角会开始自言自语，就是说什么啊，我真的好快，我会快死掉啦，我快昏倒啦，巴拉巴拉之类的，它是没有特别什么有所谓的限制，没有限制。哦，靠药是这台机器的声音哦，哦，什么鬼声音嘞？干，修复速度也太慢了吧！惨了，结果我们不是，不是没有那个，不是什么东西没有，而是。这个先留着好了。记得我们还有一把枪，还有一把枪嘞，我在这边。我觉得还是得准备一把近战武器，不然有点吃亏啊。警棍还是刀呢？刀的攻击比较低一些，但是有攻击距离比较长。好啊。啊，也只能做警棍，做个警棍好了。真的，有玩过类似的，就是他会顾及角色的精神面。
那个啊，我们那时候玩的那个什么 This is my world，这是，哎，没有 This is my world，这是我的战争。那一款就不真的不容易，可是也很好玩，但是很容易 RE 啊，不是单纯什么打打怪就可以，然后重点是搜索物资也不是很容易，整体难度就蛮高的。但是那一款也很畅销，所以说游戏也做得也。名气很大，对，星辰要回复都很忙，你就得把它弄得服服帖帖的，我都妈都问号嘞。你一个角色，我得把你弄得服服帖帖的，吃好睡好，还得哄他，我自己都过不了自己，还得顾别人，超扯。好了，先这样子。再等下去，不知道等多久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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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出发。下面还没探索完。我操！看，我药才刚放回去，他就给我打骨折。我干！我第二次会死就是因为刚刚那个胖子，他直接帮你打到骨折之后。就不能跑，就不给你跑了。我们想说逞强嘛，继续打下去，打到粉碎，打到我们角色粉碎性骨折。啊，不行了，粉碎性骨折，多走几步路要你命，走一走直接死。然后他要给我自动存档，也就是说，我怎样都撑不到，我回去拿药吃，怎样都撑不到，有够靠背的。我们就只好读更前面的存档来重新玩过。那个胖子，我超毒烂他的，双小，还没死哦。
对啊，这个游戏这一款可以存档，我们的玩的这个难度可以存档。它也有不存档的模式，但是，哎，看怎么还有吐痰的、啊？我操！它痰还会电人呢、欸，他妈小，那真的是痰吗？还有啊，哦，又是这边，满满的撞球道具，然后也没什么好东西。这一区我真的觉得蛮智障的，我不知道我来干嘛，只是抱持着一种全部探索的心情，还是默默的过来了。我觉得这一款重点主要是研发啦，研发探索，它会要需要你不断的去研发新的东西，不然的话你会跟不上这个世界的变化，你一定得一直半强迫的去，你不能，可能你不能靠一堆食物啊。一堆医疗资源啊，就撑着在那边得过且过，不行，你一定得靠，你一定得想办法让你的基地成长起来，因为就是主要是资源不够了啊，电力啊那些，你可能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可以活很，也可以撑很久，但是终有一天会耗尽嘛，所以就变成说你一定得出去，然后还有外在的一些胁迫之类的。我操！为什么多了一只，多了一种怪啊？我什么？靠腰，还提醒我们呢？8个小时后他妈要攻击我们，妈的！那我怎么办？哇！这个赶快探索完，我们赶快回去、欸。8个小时后哎、欸，妖兽，哦，哇，完了，就是那个胖子，你那边要烫胖子。揍的要死要活的！哦，操！哇，我觉得有点危险啊！我来这几区，要不是这些为了这些素材，可是问题我现在没办法萃取啊。应该抢珠宝的嘛，特别来酒店抢珠宝。喂，快死掉了！我没带补品来，
哇！我听到挥拳的声音。什么？我们死在哪边？啊！干！我没注意我的血量，我没注意到血量，直接被推死！靠背啊！那我们自动存档在哪里？骨头有点裂了。我们这是哪边啊？惨了，我觉得我妈回去了，不行，这样撑不住，算了，东西收一收，再回去一波，然后接下来，有点麻烦，因为刚好遇到他们，来我们基地，可能不用回去哦，这边刚好有那个。是高主，那个我也有看过，看一下我现在啊，麻烦啦，特殊乳类型。超难。我记得那好像是招募，因为我只看过他介绍，我没有玩过，好像是招募，又出新的那个了。在感染区域比较麻烦的地方是，他会一直重复出怪，非常的麻烦。但好处想，往好处想就是，你可以去刷那些怪物的素材。坏处想就是你
就算走过的地方也不一定安全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新的怪物。很常就被他这个引到，先关起来好了。对对对，你这样讲我就有印象。这个裤头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变异者清洗，它是这一，它是从这一区来清洗是吗？所以还不会打到我们这边就对了，是这样子的意思吗？圣旨二使开始教唆史林法师塔木斯，哎 教唆队友对不对？有点酷炫哦。
那我们今天去修，差点忘记了。体力完成啦，看一下哦。哇，还是只能盖一个，啊，一个就一个吧。上限比较高。伤害比较高而已。哇，剩两个小时了。后台状况，422。12的消耗有点快，1389的消耗也有点快。这个反应炉不知道可不可以修啊？磨粉。反应炉完成了。
像不能修。可以耶，修的样子耶。我们先上，哎，沙小，为什么骷髅头跑过来了？为什么是骷髅头跑过来了？是越来越近的意思吗？看，别闹哦！这两小时我们就不能走啊，一出去就惨了啊！可以去那个了，可以去那个晃一下。你去矿区晃一下好了。稍微探索一下。